怎么办公室没有人？今天不是周一吗？夏总，今天的广告合同要定了。哎 ，Coco， 你来了。哦，夏总，我们今天办公室没有人上班啊。哦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他们都陪他们小朋友出去玩了。那这零食是？别的小朋友都有零食，我的也要有，伸出手来。我也要陪我的小朋友出去玩。夏总，那广告合同怎么办？哎，再说吧。我心里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。哎 ，Coco， 你今天过来帮我直播呀？好的。Coco， 你今天忙吗？对，夏总，今天帮 Kelvin 直播。那好吧，那我一会再找你。好的。Coco， 你今天没有涂口红，看起来气色很差的哟。啊，完了，怎么办？今天出门太赶了，不准影响直播效果呀。小傻瓜，不用担心。给。哇，夏总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口红？我的小女孩必须让她精致可爱。是崇拜夏总的一天吗？拜拜。Coco，你坐那等我一下。好的，夏总。喂，在上班呢。没有，我会多陪陪你的。多陪陪你？夏总会陪别的女生吗？儿子，早点回家。知道了，陪跟个小孩似的。哦，原来是夏总的妈妈。真的喜欢，下次带回来见见吧。哎，不说了，忙了。听说男生都喜欢柔弱的妹子，今天你们是夏总，夏总来了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哎，哥哥你在干嘛？夏总，这快递太重了，我拎不动。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就好了。夏总好帅，现在和夏总一起去忙手术。夏总，怎么？这个我拧不开。夏总怎么一直在笑？难道他发现了？哇，是我故意拧紧的。我的女孩，当然由我来说。夏总最近加班很累，给他买杯咖啡提提神吧。夏总来了。OK。夏总，他给你买杯咖啡，工作辛苦。咖啡。给别的女生，可恶！给他买的东西就这么轻易给了别人。他来了。哎，傻瓜，生气了？夏总，我给你买的东西你就轻易给了别人。西西也是我员工吗？对，我也是你的员工。你不是。我的相亲对象居然是老板。宝贝，这男孩子不错，你就去见见吧。哎，妈，知道了，我去就是了。还要带着猪去相亲。嘿，这不是夏总吗？怎么他也在这里？奇怪，怎么夏总今天也在这里？哎，不管，又迟到了。
在这里。哦，今天我找我的老朋友。啊，你好，刚路上堵车，我马上到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我的相亲对象居然是夏总，夏总好像生气了。这只猪还跟你挺像的。啊，他好像不开心了。夏总，怎么是你啊？见到我很意外吗？都敢自己出来跟别的男生约会了。夏总，不是的，我不知道我妈她。阿姨还挺可爱的，担心自己家猪猪女孩没尿。哎，夏总说什么呀？好丢脸。没关系，我家的猪猪女孩我要。你们眼中的夏总是怎样的呢？家的猪猪女孩我要。你不是我的女孩，但由我来守护。我要陪我的小朋友出去玩。我的小女孩不需要她精致与爱，在我这你想睡就睡。我敢说你。夏总在忙，给他做个下午茶吧。搞定了，不知道夏总看到了喜不喜欢。夏总，喝杯热茶吧。嗯。今晚约夏总吃饭，不知道他答不答应。夏总，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现在谁还用便利条传话这么幼稚？好痛呀。嗯，夏总来电话。喂，夏总。哎 ，Coco， 你发信息说请假，为什么？那个，我大姨妈来了。大姨妈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现在准备去招待一下。啊？夏总还真是钢铁直男。嗯。谁呀、啊？来了，夏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姨妈来了。夏总是每个月。哎，我知道，给你做的红糖姜茶。啊，夏总。以后你每个月的那几天，都应该是我请假陪你。事情总然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我还笑低头逃。